fear. Pull up a chair by the heart.欢迎回来，这边是网易暴雪主办 UTV 承办的2017炉石传说火影超级联赛春季赛。大家好，我是雪岩。大家好，我是王师傅。大家好，我是安德罗宁。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斗鱼 TV、 熊猫 TV 站起来收看本次比赛，也请大家多订阅和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的，马上开始是我们今天第三场的一个 BO7 的比赛，是由奶嘎的来迎战的悟空特兰克斯。八强之后的比赛呢，是我们重新换一下卡组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靠谱啊。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双方的一些卡组情况。哎，我们来请会长来跟我们聊聊奶嘎的卡组吧。奶嘎的卡组是海盗战战士的话，据说这次比赛有四个海盗战，三个任务战。是，我还是看好海盗战，海盗战好凶。是的。然后第二套是哈姆四郎的骑士啊，这次的话，老王刚才跟老王聊一下，就没牧师啊，大家都是在牧师和骑士之间选择的。有那么多骑士，我带个牧师，不是把他们抓成傻？是啊，然后场外有职业选手说没来得及练。哦，这我懂了，这我懂了。还有一个是一个增速列，然后是金玉德，然后是一个元素萨。元素萨，这次我觉得八强里面的卡组主要是两种，一个是主要是两套比较多吧，一个是奶骑，还有一个是任务贼。是的，就好像任务贼人手一套，就没有一套奇迹贼，全是任务贼。是啊，因为任务贼是比奇迹贼要快，而且他抓任何中后期职业，主要是能糊，就糊起来就跑了。要不然我就推，为什么说都带海盗战稳一点嘛？任务战就是被任务贼抓的。是的，我们发现奶嘎的这个任务法六杠一，结果他没带。对，因为是之前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任务法还好强啊。是，自从发现大家怎么知道怎么针对任务法两个脏鼠。对，两个仓鼠，主要是还有一套比任务法更加优秀的这个卡组出现，就兵法嘛，比任务法要稍微稳定很多。是的，好，来看一下特兰克斯的卡组，带来一个德鲁伊，那么也是个青玉德，最近青玉德也是登顶了啊，所以知道卡组还有点复苏的迹象。他们的职业是不是接近啊？是的，这边也是一个海盗战，然后是一个奶骑，是一个任务贼和也是一个元素萨，基本上是很镜像的一个职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贼猎嘛。对，好，这边的一个野兽猎中速猎的话是个五杠一的胜率，这次他也放弃了猎人，这两个人什么情况？这个没有用的，就是你小组赛的胜率完全不体现，就自己都不记得不体现你的水平，比较厉害了。小组赛的卡组是就是新版本刚出来几天之后大家自己组的，现在重新组的卡完全就是现在符合现在环境的一些套牌了。环境是一直在变的嘛，甚至我们可能再过一个月打比赛，卡组又变了。是的。好，班选情况的话，这个特兰克斯搬了奶盖德的萨满，奶盖德搬了特兰克斯的战士。左边的话是一个战旗猎德，右边的话是一个德旗贼萨。你看特兰克斯的打脸战就是这么可怕，被办了。其实我觉得办战是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们之前还有两个人互相被对方任务贼的，就上一把我记得比较清楚嘛。对，就现在已经不存在一个无脑办选一个职业的情况了，这是件好事情。是，以前就是默认办战士，现在我觉得其实觉得还是办战士比较好一点。上个版本我跟老王娱乐的时候也都是啊，选四败一。不是，其实是在那个萨满被削弱之后，就是贝加海盗削弱以后，其实之前是办萨满的。对，之前是无脑办萨，后面是无脑办海盗战，现在至少有的选，要么办办贼，偶尔还办办有快有慢都可能会办。那这个首发奶哥的应该用什么好呢？他这边被办了萨满。其实我感觉这个对局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青玉德怎么跑掉。选手们都带的是一个青玉德，其实我觉得那套快攻德鲁伊也很强，也挺靠谱的。大家都带任务贼的情况下，这套快攻德是可以吃的呀。是，其实吃是那种卡手的奶骑也完全没问题。是啊，就那套带那个活体法力的那种德鲁伊，我觉得比海盗战快攻起来不差太多。是，好，奶叔叔首发的是一个猎人，下面首发的是一个元素萨。可以说是特兰克斯抓到了奶狗的，这元素萨吃中速猎吃的厉害，吃的很开心啊。是的，而且骑手也还不错了，这把刀很重要啊。还有那个什么托维尔素食师，对，都是让猎人很难受的东西。不过他应该不会全掉，就一四应该会换掉吧，三可能也会换掉，换一个更低费的元素，对，就只留一把刀。其实温泉守卫也可以留一留嘛，就触发一个元素的特效，三分一个嘲讽也还不错。其实我觉得骑手，你觉得不换吗？我觉得留个爪子够了，就是温泉守卫。其实爪子就够了，确实爪子就够了。对，他比想象中的要保守，对，留的比较保守，但是等于没换过嘛，就是二三四五嘛，是吧？但二三四五它有个过载的话是不能连起来用的。哎，给了个进化的龙，不错。这么这么厉害啊！这个好厉害。本来我想两费裸上这个狼有点亏，对吧？两费裸上这个土狼有点，就正好是进化加工是吧？就随便出个啥，我觉得都能接受。都可以，是的。应该会出一个雷鸣伺候龙加个工什么的吧？是的。甚至加个圣盾也不错，对吧？加个嘲讽也不错，加个王宇也不错。加个嘲讽真的不错吗？
加个嘲讽，加嘲讽，放一把刀啊，一点点，也不是大漩涡嘛，对不对？好吧，从上视角来看，其实都还可以。奶哥的在考虑，明显是觉得是不是在考虑上土狼。对，这就有一点点。他是觉得进化如果不能解怪的话，这个进化就是亏的。他是比较贪嘛，就想你上个怪，我再进化，然后土狼又可以养一下，但是这样就不防爪子了。其实这时候打的有点问题，我觉得。我觉得他就是不防爪子，然后比较贪，觉得这个雷鸣刺火龙一定要进化一个比较赚的。是的，当然他还有个好处就是我再上一个那个老鼠嘛，对吧？然后进化一个加工的话，也许可以生出很多东西来。他肯定是想进化张鼠。是的。或者他这样打算可能是更贪，如果你没有爪子的话，那我是不是血战？我总是把这个鼠群说成张鼠，叫鼠的就两个单位。瘟疫鼠群，瘟疫鼠群，鼠群，鼠群，鼠群。这里三费应该是上鼠群了，解了吧？那么这边应该考虑硬币跳了啊。对，硬币跳一个温泉的话，下回有一个塔斯丁狗圣盾版。对，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兰克斯一个战绩啊，他这个3-2战胜了染神，3-1战胜了灭神，3-1战胜了 Betray， 3-2战胜了刘小北，3-1战胜了哈姆士郎，3-2战胜了 Omega， 他就没输过，只输给了星辰，基本上就比分是超高比分晋级。是的，这有点厉害，其实打出这种胜率来太难了，6-1晋级啊。好，这边选择砍掉，因为主要是不砍的话，驯兽师起来会特别烦，说这边是没有大漩涡，所以先砍开。那特兰克斯起手就已经想好了这一局该怎么打，就流牌就已经定了，一费挂机，二费挂刀，三费跳这样子。嗯，这个其实还蛮难说的。雷鸣刺吼龙就卡费，动物伙伴加追踪，你觉得怎么样？动物伙伴还可以，因为出四二冲锋直接撞，出雷欧克另外两个撞，出四四挂机，对吧？都还行。是的，那我就觉得追踪加一个动物伙伴吧。对，先追踪。追什么呢？追刀。我先看看他有没有刀。还有带刀吗？有刀，有刀。哎，有犀牛可能会犀牛更好一点。对，犀牛更好一点吧，因为五飞可以顺出了。因为这我应该是打动物伙伴更赚一点啊。是。打一抽一下来的话，明显发现萨满的生物质量都要强个一两阶。是，就萨满就怕什么？就怕前期场面失控了，我没有 A O E。是的，打一抽一的话，根本就不怕。红美合的生物质量是一定比你高的。是的。哎他还是选择拿刀，那么这回他就没准备是动物伙伴了。对，这样的话下回他可以选择3-2，但是其实我主要把那个犀牛扔了，我不太舍得啊。他扔犀牛也是肯定是因为手上没有别的一些大怪可以配合了，犀牛完了之后就没东西了。他就觉得这把刀那个可以砍两轮嘛，下回还可以压制一个生物。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厉害，猎人看到这个很绝望，很难受。先进化一下看看吧，剧毒，进化个剧毒，对，进化个剧毒，砍一刀撞一下可以了。最难受的是进化个加工，然后这个都正好解不掉。那有没有可能出动物伙伴？怎么都得先进化一下吧，因为这么大劣势，不该一搏吗？搏一搏。我觉得先出动物伙伴也没关系，如果你进化出，如果能解掉它的话，你会出动物伙伴；如果你解不掉它的话，也会出动物伙伴，对不对？也可能会进化动物伙伴了，对吧？对，万一进化动物伙伴呢？万一出个四二冲锋，那我还是稳妥一点，进化动物伙伴比较好一点。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解掉或者解不掉，我都要出动伙伴。还是先进化剧毒看一下吧。就这样的话，概率比较低一点。有剧毒有梦想。左右剧毒有有有剧毒，那就很方便了。哎，这不用想了吧？这真的不用想了吧？那么砍一刀，哎，其实这样就可以出那个鼠群了，也是个选项。是的，这就可以不用出动伙伴了。但是出动伙伴压制力比较大一点，我觉得还是会上土群吧，因为先战场嘛，就现在抢血没必要。对，然后下回雷欧克的话，也许可以出三个。这边悟空特兰克斯手上没有优异，这里有张嗜血有点卡。哎，这个五只能裸拍啦。是的。就拍完以后，下回还是没有元素，你吸费也要裸拍。哎，萨满傻的地方就是这里、啊。这就陷入个尴尬的局面来。这是萨满现在不流行成为一个 T 三职业的原因。对。其实还，我觉得元素还蛮强的，就顺起来特别厉害。是的。现在是不顺了，就如果我元素断了，我刮一下闪电剑一下，我下回元素还是断的。哎，你要想一下，这个萨满如果它顺起来的话，太可怕了。嗯，就还好它会不顺。这顺起来有点让我想起当初天狐这种龙木啊。他贪，那么就闪电剑打了过了。那下回合还是很难受啊，这个萨满。是下回你只能打刮嘛，他就默认你六费出师了。对，啊、两个动物伙伴，厉害。
随便出啥都无所谓了，我感觉就尽量别出两个冲锋猪嘛，看到出被一个队友圈一个，可能会考虑提刀，不提刀不提刀不行，还是要给压力，他在考虑啊，还不错，这两个其实很不错了，嗯，这是一个不吃 AOE 的阵型，反正他出什么都还好吧，学法还是没有元素，可能要交个刮了，我看学法加刮或者，哎，哇，这个很伤，那这样打还不上，那还不如上回合裸拍这个四五的。不是他上回合拍四五六费是没有七六六这个 combo 结合的，对，就是他上回合他就是为了这回合打这个，下回合可以打七六六，正好你没有狮子，我下回合不一定会交瓜。七六六不行啊，这个场面七六六解决不了，这边驯兽师加刀就可以了，驯兽师驯四四上刀，其实可以考虑走脸。对，我觉得不用解了吧，这东西解起来不舒服啊。我想，他如果要解场的话，肯定是驯米莎，解场就驯米莎。不结场就训鼠群，我觉得就倾向于给鼠群解鼠群，对，然后提刀走脸。我倾向于走脸，因为手上还有斩杀放狗加刀半把刀，这边已经快死了。是的，因为中速猎本来就是一个现在有场面才有伤害的职业嘛，现在正好场面是最强的时候，赶紧走脸。打完对面还有八血，你有刀，基本上肯定叫杀。而且主要是对方这个场没法解，没法解也没法奶，八费的奶。他选择解，他架这个应该就是要解了吧？是的，看啊，看他六六解不解？其实不解，哎，选择射箭，我觉得不解，我觉得不解了吧？我觉得肯定不解。是的，但是你觉得不解的话，嫁给鼠群是不是会好一点？没错，分量投资会好一点。为什么不解？因为你解了刺闪电风暴，我为什么要解？要解他来该来撞我。那么下面还是不好打。对，这里想活的话要叫瓜，但叫了瓜就七六六吧。七六六的话，表面上看还有一滴血，好像还活着是吧？对，表面上看还有一滴血。怎么办呢？奶哥的打的也是非常好，直接放弃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不正确，他的手牌打不了，打不了，真的打不了，打不了了。我觉得怎么也七六六，表面上还有一滴血呢，苟一苟是吧？他七费打七六六，八费加血，是不是还能打呢？七六六解不掉啊，七六六解那个六六，然后再吃一个就是打五。七六六解不掉啊，不好意思，那七六六我有打六，七六六打六，没有法强。好，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一下这个奶尬的获得第一场比赛胜利。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啊，因为这局走掉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吧。我觉得中速猎其实是个蛮好关的职业，其实骑士可以打，对吧？盗贼也可以打，然后海盗战砍砍也砍死了。海盗战已经没了，搬掉了嘛？对，海盗战他这里是搬掉了。就中速猎感觉其实直接跑掉还挺伤的。是的。他这个中速猎在打特兰克斯，他这边不好关吧，你看他这边有德鲁伊，德鲁伊跑不掉，然后盗贼也不好打，只有骑士好打一点吧。那骑士也不好打，骑士现在有两个城管，然后一堆墙，你怎么过呢？他用萨满是最好打这个，是的，就最优势的对局输掉了，这对特兰克斯来说太伤了。我抓到了你的劣势对局，可惜我放你走了。对，现在特兰克斯要考虑过去，就是要先关德了，所以他不能让这个德跑掉。萨满对骑士，萨满对骑士，这是非常漫长的对局。但是现在他们的萨满都带了一张嗜血，所以说始终有那种无形的威胁在那里嘛。对，就是场面一不小心就爆发了。对的，骑士其实还挺怕嗜血这张卡的。嗯，现在的骑士有什么大的流派分别吗？我觉得奶骑都是差不多。我看上去也感觉跟以前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守日者塔林姆。对，然后这个可以找一个战术撤离，找一个救赎，就是个什么小佛丁啊，佛丁都比较赚。是的，上个版本的骑士再添加两张水文学家和一个守日者塔林姆，还有两个石丘防御者，加进来石丘防御者特别重要啊。那石丘防御者是找佛丁的，因为骑士的职业城卡好多都是墙，是什么那个三二圣盾墙，什么佛丁也是个守日者，三个城都是墙，三个城卡都是墙，就是他直接找到的概率会比较高嘛。这骑士的骑手非常好啊，嗯，而且找职业卡的概率会比找别的卡高出了4倍啊，就这个时候统计的。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劣势对局吧，对萨满来说打骑士不好打吧。带一张嗜血应该说军事吧。军事哦，嗯，就肯定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的。还是感觉骑士好打一点点吧，因为他这边 AOE 太多了。从这个骑手来看的话，应该是骑士现在占点优势。是的，这里可以上个水文学家了吧。嗯，就不着急嘛。想想下午你上马桶，我硬币提打宝剑砍了。考虑一下，
职业下末日吗？职业下末日我觉得没必要就是素煞的场你去这样压这奶够的可能考虑的比我们的远一点更加长远一点。我因为这么打就水文学家你怎么解，你要不提刀要不大要不那个血窝，是啊，这水文学家就你提刀或者大漩涡以后我再上末日是不是更好吗？是的，他职业下末日他可能对末日这张牌特别不抱有幻想，他觉得二费上末日能赚个图腾已经够了。毕竟我打萨满嘛，都打到后期的话也是一个刮的事儿。是的，哎，吃个瓜不亏啊，我吃个瓜大赚好吗？我觉得这手的话，只能说奶够的对末日的期望值特别低，我对末日的期望值特别高，不解个怪我绝对不下末日。那么这样可以空场上一个石修防御者，对，然后找一个佛丁。佛丁相当于一张末日省了一张硬币嘛，对吧？就不用硬币骑大宝剑去砍掉对方三费的怪。你怎么知道对面有？就三费的话，可能有马桶，可能有温泉守卫嘛。温泉守卫不需要砍。其实我觉得末日可以少，可以省一点啊。嗯、是啊，我觉得他是不是留水文学家到后期有他自己选手有自己的考虑吧？像这手比较简单，水文学家他肯定也知道，就他有自己有的想法。就水文学家可能会等到后期再出。是的。严肃是平等一套到了，嗯，这边提刀砍掉没问题。这个过道的生物质量略低，跑在节奏好，直接可以上，还挺舒服的。对对，跑在节奏好。上吧，这个拍了拍了。上啊，加点闯攻嘛，下额可以顶断。过去是不是有一种奶骑打萨满只摇报告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吧？对，有大漩涡以后，你就这个思路是不存在的，这个思路不行了。那下方选手怎么办？感觉天之难受，这真是难受啊！我没有关，这是天之难受，我不知道怎么打了。闪电剑，闪电剑不能打，你打了下回合怎么办？你打了下回合火爹出不了了。好，那我知道怎么打的呀。图腾过，图腾过啊。可以啊，可以啊，反正不急啊，打你其实又不急。好，我们来看一下奶嘎的32场的一个战绩，3-1战胜了弱鸡，3-2战胜岛猫，3-2冰炫，3-0这个木雨志峰，3-1四月一，3-2小学生，只输给了 sleeping 2-3。两位选手都是6-1高比分上来的，是的。应该他们两个可能都是小组第一，就是那时候。嗯，这个饭碗其实这样打其实就很难受了，因为其实压场了，这很奇怪的。你看他来了一头牛，他带了牛，这是非常打后期的，就防止自己恩佐斯没东西拉嘛。其实这个奶骑恩佐斯有的时候，如果你3-1找不到福丁的话，其实还蛮尴尬的。对，我觉得他这里应该不会跳牛，水文学家什么上一上算了吧。嗯。他的思路就是要省这个硬币嘛，发现了吗？战术撤离，这绝对是现在骑士第一要密啊。信不信战术撤离的一个瓜啊？其实我觉得打骑士打那个萨满没必要贪什么，就直接扔也无所谓。但是他把骑大漩涡，这里火元素直接解了。嗯，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民工二连、民工三连、民工三连、6-7-8民工三连。城管没必要，因为直接可以一刀剁掉上个牛，一刀剁了上个牛。民工二连上不去了，是不是要先刮了呢？两瓜对应一个牛一个佛丁，但他现在手上只有一张瓜，他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对方硬币只省着，我六费上牛，下回硬币跳佛丁怎么办？跳佛丁也不痛。那这样的话，哎，这是摇报告，再提一把刀。稍微其实还好，不是很让节奏，因为刀可以压制对方下一轮怪。也 对， 对，一点都不急啊，就是这个牛上。这样的话出另外一个七费，左边那个七费 的很强，左边那个七费元素压场非常厉害。岩石哨兵，他的战吼效果是可以给你两个二个三嘲讽，就是一个4-4带两个狼魂，你可以这么理解。不过载的狼魂。对。这个东西还挺难受的。这局比赛肯定是很长。是。现在刚刚开始。因为对，因为双方都要抢收益嘛，对吧？就是带。打卡叉，对，让每一张卡发挥最大的收益。节奏什么的不急啊，就是卡叉要打。对啊，还有关键点就是，啊，萨满场上稍微站几个随从，奶昔就要开始苦思冥想了，嗜血怎么防？目前这个萨满还是站不住场，毕竟有两个阵营圣剑在。是的。这个一刀肯定是要砍在二三身上，
如果不砍的话，左边解一个。先看看什么东西吧，这种东西大概率发现三个一。请你立即行动。又一个战士，又一个战士撤离。那么，然后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他可能不砍了吧。挂一个，挂一个，挂一个战术撤离，挂一个砍了吧。挂一个，真的，我觉得砍了挺好的。砍了吧，砍了吧，这没什么好贪的。是的呀、啊。好，第三连，第三连连不连？不连也可以，766直接喷掉那个四四。你觉得让他撤离左边那个好还是右边那个好？当然是左，其实都不怎么好，我感觉好像都不好。那右边的好，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左边的好，就如果是单给的话，左边的好。左边的随机毕竟不、哦，而且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用三费去上那个一四，其实是浪费了自己的费用的。是的。这个场攻有点高了。是的。嗯、这样的话，其实要先交个城管这种事情了。城管砍掉右边的。对。然后上个墙，要个报告。慢慢打就好，现在已经有一套了，一套半，一套半，对，怎么运气有点差呀？这都是这些玩意，没有大福丁，拿个小福丁吗？我不会吧，要不拿个塔斯丁狗吧？这里质量能接受的只有塔斯丁狗。是的，砍掉二耳朵报告。这双打都很有耐心啊，如果这样对局的话真的急不来。嗯，这边要解可以解，要解的话上大哥就可以解。我觉得大哥可以上了，这边刚交一个城管，然后 AOE 全场打个三，我也觉得可以上。你可以占三个怪嘛，占三个怪其实就蛮虚的了。是的，我觉得可以上蛮荒之主卡利莫斯。你能记住这个怪的名字吗？我知道卡利莫斯嘛，因为还有卡利莫斯的仆从嘛。对对对。然后那个火影精灵也开了，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他手上有很多法术了，因为五费那回合很明显，是的，五费挂机，对，挂机过了，挂机过了，已经叫杀了吧？我算算，如果不上墙的情况下，三个怪就这回怎么塔斯丁狗都会拍下去的嘛？就不管你干嘛，塔斯丁狗都会拍下去的，所以应该杀不了。是的，这样看萨满已经就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靠着一些元素怪，关键还是那张嗜血的问题，就是有一张嗜血随时存在着无形的压力。这种萨满一般也会都会带嗜血，没带嗜血实在是没有爆发啊，对不对？就而且打这种比赛卡组都是公布的，对方都知道你的卡组，带上一张嗜血特别好，因为对方就很慌。是的，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他这边下光螺丝？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吃瓜的话太伤了。确实，他直接一脚平等，连说是硬币加牛。这么一波 A 掉之后，悟空特兰克斯手上没有生物了，技能是的，但是奶嘎的还是觉得这个萨满还是有很强的韧性。奶嘎的这边这头牛还是不舍得上，因为他觉得肯定会吃瓜。那么就二加四。对，这头牛从六费就有机会上，一直没上，应该还是会拿战术撤离。嗯、哇，三个战术撤离了，无脑拿。啊，这个卡利莫斯的随从抽的也非常好。是的，嗯，能过到蛮荒之主吗？可以考虑先扔上去啊。这边最好是摇个法墙大漩涡，然后上个五加一个一，太舒服了。怎么办呢？大漩涡法墙，那先摇图腾吧。还是先找牌。先找牌，我先找牌。你觉得能找到一些什么？就找到什么，就我应该也不太会打。对，就不太可能会打。除非再找一个他本身呢、啊，再就直接打两个。两个一样的。对。果然是他本身。那就拿他本身啊，一样的，对。只有这个能拿，左边两个，左右两个太弱了。但是他还是会把炎柱事先解决一下。还是要找法强，没有就挺难受的了，其实。没有，我觉得可以先不打。我也觉得先不打好，先奶一口吧。他这边有大漩涡加闪电风暴在，不急啊，对啊，反正骑士还是打了，还是打了吗？我觉得可以奶一口。那这个，哎呦，这个好坑，这个厉害啊，没事，伏笔。哎，这个为什么闪电剑打一个二一？他不想要保 那两个场攻把四五解掉吗？对，保一个四五。感觉这次打的有点亏牌了呀，有点。对。但他如果没有出那个东西的话，他应该会上那个一费，我觉得是的。是的。好，
啊，光螺丝还是叫光螺丝，他就想让那个没有网语的生物吃到瓜。是的，奶狗的是一直想用光螺丝去骗瓜的，他这个就是骗瓜。能不能节约瓜？节约不下来吧。学法闪电风暴闪电剑，要节约是可以节约的，可以节约。啊、学法闪电风暴这种的，特兰克斯也很明白啊，对方的一个两个网语，对啊，就这种控制卡组内战，就每一张牌都要算的，这张瓜是谁的，指定是谁的就是谁的。我觉得应该一般来说不叫瓜了，我要稳定一个定，就手上只有一张瓜嘛，那张瓜还没有抽到，所以你不上浮定我不叫瓜，否则你上浮定太赚了。对啊，这个瓜应该是不会叫的，肯定不叫，肯定不叫。这个瓜上面写的佛丁，佛丁御用，这不能叫光螺丝，对，无论如何都不能叫。我想。摇法强，啊，这个法强可以。法强，真的摇法强。血法电脑闪电剑是一定解光的。是的。血法闪电风暴。其实现在压力很大了。骑士的生平已经没了，然后光靠奉献解不完这个场。但是奉献一定会打一张，我觉得。否则就失血威胁太大了，对。再上一个。加六四四。上六四四吧，既然不出牛，他既然笃定别不叫瓜，我不出牛的话，还是要出牛吧，就六四四太弱了。出牛，啊、出牛，这里真的要出牛，出六四四等于浪先生。那这里出了个牛，然后被一个瓜，不是感觉有点蹦蹦哒？但是特兰克斯还有问题，是我上不上我有瓜，他还要考虑的。他上了瓜不能上元素，上瓜加一个马桶，我觉得可以。可以，这个瓜肯定瓜了吧？不一定，瓜了这不一定吧。他只有一张瓜，我觉得恩佐斯复活一个牛我无所谓，但是恩佐斯复活一个福丁我很伤。对的，没错。我看一下，就特兰克斯竟然现在的萨满，我只带一张瓜吗？两张他卡组里面有两张卡，卡组有两张，手上有一张吗？他是没摸到啊。但我觉得下马桶就能过到了呀。是吗？对啊，这瓜加马桶挺好的。就如果你瓜加马桶的话，就是自信。我现在十三张牌嘛。是的。那张瓜如果在后五张的话，对方摸到福丁就很难受了，因为他是不知道对方手上有没有福丁的。我觉得在我场上有怪的情况下，我不是很怕福丁，所以这里这个瓜刮了感觉很赚，瓜加一个马桶，好看他刮不刮。刮也可以，不刮也可以啊，看你贪不贪的这个打法了。这不刮的话，我要给他白吃啊，就是我情愿被白吃，我也不管他。好吧，就是我觉得这是选手思路论，就是选手的思路就是要留控制选手和节奏选手的区别。我是一个节奏选手，节奏选手，对，我是控制选手，控制选手我是死都不会叫这张瓜的。哎，佛丁真的来了，对啊，就你想，我叫完这张瓜，然后佛丁怎么办？好，现在，但是奶嘎的他是怎么思考呢？就是。我觉得你手上应该有瓜，你就是不想交给我这个牛。那么我福丁上不上呢？我还是不上。对，奶狗的应该能看出来，对面明显有瓜，是的，要不然这么久你在想什么？但主要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不出福丁，对面也不会交瓜，是这个样子、啊。对，就是这个对局很蛋疼。对，二和三，神恩树和惩黑除恶。惩黑除恶，对方交了一张大熊。惩黑比较好吧？我觉得。我觉得可以拿的，一张大熊，一张电疗都交了。哎，拿神恩了。拿神恩就。他的手牌也不怎么好出啊，像战术撤离这种。一加三可以过两张。啊，这我先不过，马桶解不掉挺难受的。郊游爬行者，他这个卡利莫斯的随从仆从特别无赖，就靠他无限过牌，无限手牌用完，无机元素吧。啊，这里没什么好选的。这里确实就三。其实无机元素对于现在萨满来说就是一张三二四白板。嗯，闪电风暴已经没了。对，没有过载的东西了。上一个郊游，然后图腾看有没有回血啊？没有。这局的话转折点可能就是在这个随从上，随从过随从让骑士特别难受，卡叉就出来了。现在骑士已经很难打了。对，感觉已经大裂了。嗯，前面那个瓜不交也完全正确，因为这头牛事实上在这一地无血的生物面前没什么用，就用不上。关键现在骑士过不到牌，就这个神人树可以补一波过牌吗？还可以。那么现在你就疯狂甩手牌，就末日加战术撤离加神人树。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他清场也拿不回先手，先手不好，只能打一个奉献，只能直接打奉献了。是的，奉献已经出完了。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马桶解掉。那么末日压不压就是个问题了，就是这样再压末日就很亏。但是你自己有牛在，你压完末日对面很开心啊。不会压末日了，对啊。是的，
那布加末日你摇个报告过了，其实神人树就烂掉了。那如果空打神人的话，只能过两张牌。对，战术撤离加一个神人树的话是能过个。我觉得要不就末日战术撤离加神人树。末日战术撤离神人过了。是的。两个战术撤离其实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你伏地上去一定会被一张刮嘛。恩佐斯。恩佐斯。好，现在、这个生物质量过得还是非常好、可以的，但是没有清场。看这个末日能不能抢个先手，抢个先手很重要。这里刀加大漩涡可以解末日，那不可能让给你先手啊！这里，我觉得也，我也觉得不太会让、这个让先手很伤的事情，没有必要。卡利莫西刀大漩涡也可以，就火与凤凰，然后撞大漩涡也可以嘛，很多选项，很多选择，对，很简单的。火与凤凰有点弱啊，感觉这个牌、战场的话，先大漩涡看看，万一再出一个二三就很尴尬。出了个蛋可以过牌。刀卡利莫斯的随从，我觉得无惧元素刀加报告加那个图腾好一点吧。就这个无惧元素如果不能配合这把千玉之爪的话，它永远是个永远是个二四。对，现在正好到三五还挺舒服。他如果上无惧元素的话，也是上了元素啊。这个东西看上去不像个元素。是的。好，这样的话就稍微赚了一点点。查宝动作不错。这张嗜血真的厉害，你看，就这场面还是很强，永远有威胁。骑士已经没有奉献了，对，平等不好用，那没有 A O E 了呀，对，严肃师也没了。那这里先找墙，反正有两个墙嘛，战术撤离可以挂了，这轮终于可以挂了。这样，我们找一个佛丁，对吧？然后先把这三二放上去，下回合把找的佛丁，把自己佛丁拍上去，被刮了之后，先找一张吧，再来个佛丁。对，这里先找一张，对。就你想嘛，就对面有事实，但是你有强队，你肯定死不掉。我想看一下这一次可以找什么，一定要找福丁，一定要找福丁。今天乃干的这三个前炉石第一卡和现炉石第一卡，我选择前炉石第一卡。我选择现炉石第一卡，蜗牛，因为这回合可以把两个一起扔上石。他选择了第三张，第一卡都不要了。我有点看不懂这个。你没有大宝剑的张卡比较尴尬。是啊，四费啊。为什么不拿前炉石第一卡？拿现炉石第一卡。现炉石第一卡吃 A O E 啊。他就交了两张 A O E 了，没有 A O E 了。先卡利莫斯的仆从呗，火与凤凰也可以打。他能不能猜到这是一个战术撤离啊？这个好像不一定，就不能保证是战术撤离这个情况。我想。那么你觉得撤离一四是赚，还是撤离二是赚的？火与凤凰打的这个二。撤离二是吧？就是多给一张牌吗？他留这张刮就是怕什么？怕你有两张。你看火与凤凰解一了，完了他破战术撤离也可以，你火与凤凰打一也可以，打一肯定不亏，救赎战术撤离是的都可破。那这样就更赚。我想。就是因为他摇了这个一，搞得这个好像不是个战术撤离一样。但是你骗谁呢？你是骗不了是吧？你那么早就拿了，对不对？拿到现在了。摇了个图腾，那么就不着急了。他就这回也不用上卡利莫斯，下回再上。好，摊了一辈子的战术撤离，回了一个报告，一个报告是吧？这盘其实已经没什么赢面了，因为他不可能发现两个福丁，也就是福丁被刮掉以后，他的恩佐斯什么东西都拉不出来，拉一个牛。他有可能严肃是平等这边清一波场，然后抢个先手。我觉得也很对他这种还是有这样一点点赢面、啊。对，有一点赢面，就是严肃是平等清一波场，然后再抢个先手这样子。然后靠随从质量来打你，但是他的手上的随从质量是真的低。就福丁看上去很厉害，他随从质量低是因为他自选的。你看，本来严肃是平等上前炉是第一卡六攻，是这样确实稍微好一点。是啊，这个。恩佐斯复活、就是、他也知道我的福丁上去一定是被刮掉的，这手其实打得非常舒服，是的，打的这手打得很不错，看一下死没死，四加十二，没死吧？还差一点点，三四，还差一点吧？十加不对，提刀一点过载死了吧？死了呀，死了，正好死，正好死，应该不可能错斩，
这个连我都算出来了，他不可能算不出来。简便方法是3+4+3=10，10+12+12+3。是12+3，对。对。我感觉这种控制卡组选手内战还是挺好看的，我表示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学了很多，学到了，学到了张瓜到死都没有，对，至少学到了一定要留一张瓜，是吧？但是不一样，福丁到死都没有拍下去。如果你这张瓜交出去了以后，福丁就出来了，是的，对吧？如果你手上两张瓜的话，你倒不是很虚，但是一张的话还是要留着。是的。像我们这种节奏型的卡组，默认我交完一瓜还剩一瓜。还有一瓜。你刚才说只有一张瓜的时候，你这种人打游戏是这么，就是我这张瓜交完，下午就抽另外一张瓜了，所以你习惯了。像你刚才说他只有一张瓜，我马上去翻牌表了，明明两张，你只剩一张。我是不一样的，脑回路是不一样的。我的脑子里想的是手上只有一张瓜。所以事实证明，乌昆特兰克斯到最后的几张牌都没有摸到第二个瓜。对。好，这样的话恭喜一下特兰克斯，现在是1-1的比分啊。那么双方的比赛是一个这个BO7 的比赛，所以还有很漫长漫长的一段路要走。那么现在应该也是晚饭时间，大家可以点点外卖啊，多点点奶茶啊、咖啡啊什么的，一起来看我们的比赛。所以比赛还是要看慢速卡组，就是快攻卡组的话，其实作为解说的角度也没有那么多好说的，但是慢速卡组就有很多值得商榷的点，就分析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对，分析起来，解说快速卡组的话，就比如说海盗战，我们解说没说完这边打完了。打完了。哎，这里是有一个任务贼了。任务贼，任务贼打青玉德啊。任务贼要比较大的优势啊，优势很大了应该。就是、是的，这边应该会留一个激活，别的不要吧，就是德鲁伊这边。然后任务贼可以全留。全留，全留，全留，这个千户之中。我看一下，他这个任务贼是没有带爆牌鱼的。其实我倾向于现在这种带爆牌鱼消失的任务贼更加有操作。更加有操作，而且后期能力做得更快一点。是的，就是他这套是之前那个火源元素版本的元素。哇，这天湖中的天湖啊，两张回手了。还差一步完成任务，就差一张牌，随便是回手还是火雨精灵，甚至说三费的那个二三王雨都可以。哇，他一费竟然选择是压场，我觉得是可以啊。就是我又不准备回这个一二，对不对？如果他一费挂任务的话，他有机会去用火雨精灵去做任务、啊。他的想法就是我一费挂任务，那么两费干嘛？两费转刀，三费上火雨精灵加回手，其实很慢。是的。看一下奶告的这套德鲁伊啊，看到了一个爪机，发现一个有特别东西，看他带了两个爪机去配合加击增刷牌、顺便可以度过前期嘛，就是是的，替换以前那张那个根须的位置。而且他还带了一个工匠大师，哎，这是工匠大师是用来针对某一张牌的吧？针对什么呢？针对福丁，德鲁伊不需要针对这么福丁什么的吧？三费带了一张工匠大师，就当个硬解用嘛，就我没有辅根了，我有个工匠大师当个硬解来用，当辅根来用，对，就工匠大师当辅根的意思，也不用去想他是针对什么的，反正就当个解牌来用就好。就他这套德鲁伊越来越像，就是奇迹贼，他是双加击身那种，然后带大量低费法术。好，这边选择爪机咬掉。好，那么这回合转个刀。不，对，你也可以选择上那个任务加一个烈焰元素，直接暗影不收回来。好蠢，我也觉得好蠢。就我推荐是，我是觉得一费就挂任务打得可以、啊，就两费转刀，三费一加二，这样更好。就一费挂任务，二费上两个怪也可以啊，也可以。像他的刚刚的手牌两费上不了两个怪，可以啊，一加一，你把那两个全卖了啊？对，卖两个的话，这不一定解掉啊。其实卖两个真的没关系，对，不一定解掉。你解哪个我回另外一个，你解两个的话，我换个任务主体也可以。是的，我觉得打快攻嘛，我们一费肯定是上怪，但打这么慢的一个德鲁伊，一费挂任务真的是无所谓的呀。但是他这样打的话，下午要干嘛呢？下午找一张海盗，吹嘘海盗这种，就去做任务，这些都不适合做任务啊。对。下回你不能打，你下回回没什么东西可以回手的，也挺尴尬的。那冰川裂片这也不适合做任务，对，怎么办呢？要不就任务加任务加那个怒骑，对，对，这个叫这叫怒骑猎潮者，然后砍一刀过了，对，这样打得好慢啊。其实他持手蛮糊的，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打得特别慢了、啊。因为他后面来的牌是杂牌，对，各种任务。杂鱼啊，其实这个鱼在那个任务贼里面还蛮好用的，就做完任务以后，啪两个屋，还有一个墙。是的，这个鱼是专门打快攻，是的，做完任务之后打快攻也有一战之力。但我觉得鱼加冰川是有点，让你的卡组结构变得有点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又冰川又过鱼，做任务难度提高。是的，鱼我只觉得爆牌鱼这个做任务厉害。
哎，过牌，这个很厉害，哎，这个厉害，这个，这个是最好的东西了，救回他。你喜欢我的新班，肯定能做完。对，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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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基森摆渡人拿回来。考虑一下，要这里要不要？就加基森摆渡人拿回来就可以了，没有其他选项，因为你上那个两费的东西，你场上也是三个一血，而且场攻加起来一共四点。应该是肯定是上加基森摆渡人吧？对，上怒骑猎逃者没什么道理。是的。选择不要贪吧，拿回来吧。嗯，一定拿回来的。对，他只是思考一下另外一个选项的好处有什么。好像没有。嗯，暂时感觉没有。好处是骗个横扫，然后自己血亏。这个怪也死了。对，然后自己血亏。是的。但还有个选择是，直接暗影不收回来，再扔出去，然后再收回来。对，我觉得选手在思考的是，他用右边那个做任务，他已经可以做完了。对，嗯。就用左边的做任务的话，还要一段，还有一张牌。对，所以他选择是让德鲁伊来。万一德鲁伊很少，那拿什么做任务呢？等一会儿，他这吃个很少。是啊，他这是贪，特别贪。不，可是他任务的牌都没了。这手很少血崩啊！这是他是特别贪，因为他想贪一个暗影步。我觉得你要这么打，你也得暗影步把那个二一收回来吧。这是一个巨贪的打法。是的，他不想收，就想看看你怎么打。好，现在你知道了。现在崩了。这就是要输啊！哎，这任务怎么做了？这是贪输了。这是任务贼大忌，把任务主体卖掉了。对，把任务主体卖了。我今天也有这么打的，但是都被人家给打死了。绝对不能这么打，对方一定会解你怪的，对方一定会流血解你怪的。这样就等于对方用脏鼠把你那个二鱼拖出来了，你可以这么理解。我想，其实正常的，他按影步把那个二鱼二号鱼收回来，这回合完成任务伺机待发。如果你想要右边那个做任务的话，你按影步直接收回来就可以了。对吧？对啊，你就没必要那个二一战场有啥用呢？你又不需要前期抢血，我打德鲁伊，我做完任务我就赢了，等于说送了一局我赢的局了，对不对？我抢什么血呢？不是你抢血，你也不能上个两攻一攻去抢血啊。他这个的话，这么打就是开了上帝视角，对方一定没横扫，所以我他的想法就是上回合两张一血，如果你有横扫，你那不太可能啊，两个一血我变脸，他是这么想的，我猜。现在不知道怎么打了，现在就只能强行用那个炼元素做任务了呀。但太慢了，不行不行，他一次都没上过，做不完啊，一次都没上过，他一次都没上过，所以做不完。那挂机过了，那不然怎么办呢？那我加一分起飞了，我随便耍，你又解不掉我。这是一个连四股加基森没法起飞，熊德架个强先吧，也可以，或者熊德冲锋也可以，冲锋我推荐冲锋，冲锋好，冲锋好，对，推荐冲锋。你看一下特兰克斯的卡组是不带四股的呀，现在很多任务贼都不带四股了吗？带的，现在新版本的是带的，有些是不带的嘛，但是他那个版本是不带的，老版本是不带的，不带四股的版本，我不管加一三还是什么，我加一三裸上你都解不掉，是，我就这么说吧。说的对啊，这套卡组如果熟悉的话，你会发现根本不可能解加基森啊，是啊，要靠哈哈这种来解。我就加基森裸上激活变脸，你怎么办？当然，选手应该会选择熊德冲锋，稍微的稳妥一点。对，因为下午和加基森激活加那个青玉绽放嘛，对吧？很舒服的，反正都是四血。其实熊德还可以多打四血，就他想对面那么卡手的话，万一有什么背刺哈哈什么的给你解。好，那么这手有没有任务主体？有，可以，但是做了特别的尴尬，有点扯这样做。用冰川碎片做任务，做完对，用冰只能用冰川碎片做任务了。对，然后挨个动，见谁动谁。他现在做完任务也不一定，他也没怪了，对他没怪了。这里我又要推销一下，爆牌鱼真的不是一条娱乐卡组，在爆任务贼里面真的很好用。那套爆牌鱼加消失的已经登顶了呀，好像是啊，登顶了呀，啊，是蛮强的。收回来吧，兄弟。收回来，收回来。不是他直接交做完了呀？这里肯定要收他。做完了，可以做完了呀。两个五五，直接做完，他可以做完的。对，直接做完，直接四一代发加那个任务完，是的呀，算了。终于在六分的时候把手牌耗光，哎，任务做完了。我想一下，就如果从上帝视角来看啊，上回合那个德鲁伊上加基森会不会好一点？上帝视角加基森肯定好，加基森他解不掉啊。对，但这里选手真不敢上，这样还是有机会啊。对，这样的话，盗贼还是有机会。对，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压制力小了很多，因为你没怪了。其实你就一共就三个五，他只赢一张，你太豆荚还有机会，就是过两张。过两张来攻军学徒也可以打，是的，或者来吹嘘拉一个帕奇斯，然后吹一点生物质量高一点。现在我认为还是这个德鲁伊稍占优势的。激活。有没有愤怒？那肯定是青玉绽放。九费了。还行吧，这手牌。好，生产哇，这个两个五冲锋，那么过滋养有机会的，有帕奇斯，野蛮之击打一，
哎，这至少要给个怪才可以吧？我觉得这里的话，就解个加基森，其他全部走脸，敢不敢？我觉得全解也无所谓了。全解不行，全解怎么赢？全解走脸，可以可以可以。解个加基森，德鲁伊拿这个场面怎么办？你要想德鲁伊也没办法。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脸，这怪一定要走脸的吗？他应该是还是防一防。也就走脸打结场都可以，其实就现在就看德鲁伊的导演的表现了。说实话，啊，这里野蛮之姬再解一个，然后五五全解了，全解了，要解就全解了吧，已经解的就全解了。对，他要保那两个一血的嘛。对，不是吧？这样任务才都能赢？不是吧？这说明这是一个优势多么大的对局？不一定，不一定啊。这边有一个横扫，就再来一个横扫就可以全解了，嗯，看有没有解的差不多了。是的。没有横扫就滋养过横扫呗，反正下午会上导演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个选择是两个青玉之灵，然后加一个爪击，直接解掉一个五一也可以，解掉一个五二。他现在青玉是多大的？三三，挺大的其实。四四，我觉得要不还是滋养吧，滋养就算过不到横扫，你过个愤怒总可以吧？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两个青玉之灵加一个爪击也不错。两个青玉之灵，这个青玉可以到一个四四。但是会不会死？好像有可能会死。对啊，所以还是推荐滋养吧。两个青玉之灵加一个爪击的话，有风险，他打完之后是二十九。主要是考虑到你一定要导演的话，你还能投资一点，就一个哈哈冲锋你就死了，我觉得还是滋养。十六张牌你要过一张横扫，过十六过三啊，过愤怒啊，过愤怒也可以啊，过愤怒也可以，对，愤怒加爪击也可以解得个两个，这样至少可以上有个上。我同意，我觉得滋养好一点，嗯，对，滋养。时间不等人。来不及了，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还是这么打。其实这样打也挺好，因为他下回一定是导演，然后多投资一点。有没有愤怒？成长不行，陆亏不行。哇，那这时候爪击变脸，打脸，成长。对，爪击成长变脸打脸。成长交了吧？因为变脸可以逃过斩杀。是的。来个哈哈的话，刚好不死。这样笃定，正好不死。上导演下回合。火与精灵，那不上了吧？可以不上啊。全部打脸，上一个也可以。上一个，再上一个，上一个，再上一个好一点。那么其实这个导演没几张法术，大概有五到六个吧，反正就很少，反正就要一张有吗？邪火可以吗？邪火不可以。我用过一次导演，他只用了一个法术邪火，我记得特别深。消失就行，在精不在多，消失不行。哦，消失也不行，消失会冲锋。消失绝对不行，不能消失，一定要扭。末日灾祸。十个法术，哎，不少了。乱斗，那这个奥秘是什么？蒸发，如果刘导演还没有结束呢？应该结束了吧？六，没有，结束。什么奥秘？什么奥秘？这是什么奥秘？什么奥秘？什么？很重要。冰箱也可以。导播切一下，这刚才太快了。冰箱，那还是会死啊。这边豆荚了呀。这个豆荚厉害。过两个背刺呢？哇，无解了呀！刀扇，刀扇。拍怪先，上怪不会打刀扇，拍怪先，上怪了，破冰上怪了呀，那小德怎么翻不好翻啊？不好翻，有一点点机会。大地之灵啊，大地之灵现在没大怪给他加，先要抽一个那个青玉之灵，啊，不对，抽那个六飞的三六强。有机会还是有点。六飞三六强也翻不了。就是悟空特兰克斯可能右手第一张抽哈哈这种的打脸，感觉输脸了，找不到翻盘点了。激活。加基森刷吗？加基森刷那种，加刷的什么能翻？野性之怒这种的。再刷一张横扫不行。领地有没有 ？A 六三六。没有。先大地之灵吧。大地之灵给加基森加个五甲。也死了。船长刷两张。先大地之灵吧。虽然也不知道怎么翻，先成长了。我觉得成长刷两张吧。如何应对？那翻牌点是大地之灵加五血，然后变个脸，然后再愤怒打掉五一。那么应该先大地之灵。愤怒吧，愤怒吧。对啊，找愤怒啊。没有。那么这里要再刷到一张愤怒，加一张大地之灵才可以。估计是死了。很难很难，需要运气很好才行。这样没有用，那有没有愤怒？没有。哇，他这个卡组的话到了后期全是血统了呀。德鲁伊就很气啊，这都能说。悟空特兰克斯这个任务已经慢了慢了，不知道几回合了。对，其实我觉得现在青玉德感受的就是上个版本慢速卡组在对抗青玉德时候的感受。对啊，这也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上个版本青玉德你怎么打，我打一个防战我都好像输不了，对吧？对，这一盘的青玉德感受就是跟当时的防战是一样的嘛，
不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好，现在是二比一的比分，那特兰克斯现在领先。那是不是有点郁闷啊？有点郁闷，是蛮郁闷的，因为他明显觉得机会已经很大了，但是还是被对方把任务做完了。好，这个画面就看到也是我们的冠军的一个钥匙。嗯，奶够的还剩下德和奇，悟空特兰克斯也是德和奇，这是两个，还有德奇战。哦，对。德奇战，这战这个东西，我觉得海盗战好像还挺跑的。不过对方有一个奶奇抓海盗战还可以啊，那么碰到德鲁伊了，抓到了，海盗战抓到了德鲁伊。这特兰克斯这个德鲁伊非常的怂，就是他带了两张大力之力和一张野性之怒，怂的好啊，就特别多奶。像那这个棋手已经是有点糊了呀，特兰克斯很好啊，全留吧。野性之怒不要，野性之怒不能要。我倾向于青玉之灵不留啊。我觉得一二都不留。就野性之怒、青玉之灵就找强，对这个野性之怒起手就留太怂了，没有这个打法的。我感觉我都会留。我觉得你看他换的这个起手留他是想拿他去奶，不想让他去解怪。对，但这样暴露狂就比较烦了。你飞随你飞，我硬币成长。不成长吗？这肯定硬币成长。硬币成长，我是说特兰克斯很难打。就感觉没法打，只要对方两费有个怪抽过来的话，你就炸了。有两个暴露狂战士，这怎么解？但他又抽到那张野性之力就还好啊。拿野性之力去结场，少了一口奶。是的，他还有两张大地之灵，他有两大地之灵还能接受。但是他的结场牌是要靠平衡来解的，就一会儿真的解不掉，他就把平衡打出去了。但打出去给海螺战将平衡什么概念？还好对面两费卡手了。这边青玉绽放。我先管我，还不错，哇，很少，很少机会，这个有机会，有机会，因为他这边连续过到解牌，刚好对应这边的两个狂战士。对你先，你这回合应该会先上那个船长吧？是的，船长上来以后，我直接愤怒打掉，变脸咬一个，下回暴露狂一个很少。现在的海盗战怎么输给德鲁伊呢？就是你，等会儿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火与凤凰战火打二，其实我也是比较难以理解，就是这个他带了两个，对的。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吗？战猴打二，没什么配合呀。这是有个我自己思路的一个。这个属于补两点伤害吗？我在天梯上看到的比较多，带火与凤凰的一个海盗战，然后都被你锤死了。那也没有。愤怒加变脸，愤怒变脸，不着急。愤怒变脸，下回横扫。奶够的这个棋手除了二费卡手，他这个手牌结构打德鲁伊是不错的，打德鲁伊靠刀不行，一定要靠生物。德鲁伊其实打海盗战士有的时候就持手留胡牌，然后抽一打一，就正好抽到需要的解牌。是的，这盘感觉已经 很舒服了。啊，这把刀还蛮厉害的，刀加一个零费的三三。对，我靠，就靠这把刀玩了，很少。哎，有没有可能上艾雅黑掌不横扫呢？可能有，就这么打。横扫场面没有你，其实没有用的呀。抢不回先手还是没什么意思。下回横扫加奶多舒服啊！那这里肯定是上刀加一个，恐怖海盗的话还可以升级。对啊，就走脸了吧？走脸了。没理由解了这时候。烧杀掳掠。德鲁伊还是有机会，看他能不能摸到一张大地之灵，大地之灵就翻了。加寄生废了，这回蛮简单的，就横扫就可以了，横扫加甲了，横扫加甲对。然后下午四加四，然后只要过到一张大地之灵，感觉就翻了。对，就这种刀的话，德鲁伊要靠大地之灵可以翻。生物如果被海盗战战场就没得翻。是。应该如何应对？他在考虑留攻击频率吗？就是有个选项是艾雅黑甲装暴露狂。对，这样可以多留一个攻击频率。对。我觉得多留一个攻击频率好像可以。嗯。这样下回合的青玉做出来也会大一点。我觉得不用留，不用留，不用留吧，留吧，你就直接撞了吗？对，直接。我觉得还是留艾雅，还是留艾雅吧，留艾雅比较好。因为下回青玉就再大一点点，区别也不大。因为你有横扫嘛，下回打横扫的话不需要那个攻击频率，多一个攻击频率安全一点。这样的话你只有一个攻击频率接场啊，你有横扫。对，他有横扫就还好。那么这里下升级一下血翻海盗，然后再战一个暴乱狂。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解释肯定可以解光的。我的利刃。就把刀继续走脸，一个大地之灵就翻了。对，就一个大地之灵的时间。哇，那么问题来了，
这回合肯定不用担心啊，四加四老规矩，下回合加基森刷翻了，翻了翻了。那么你要不要把艾雅撞出来呢？不用吧，艾雅撞出来是个三五一可以啊，不撞出来了，不撞出来，对，直接要靠他来奶的，是的，靠加基森奶也差不多，我觉得这里就直接四加四扫左边的五三撞先撞四，对，然后再扫四，但是他在上有没有可能死吗？头上是一把六攻的刀。他14血，十四血有 8, 有可能死，概率较低，但是你很难防，很低啊！就这个死的话，就两张应用打击加火车王嘛。对，应用打击加一个火车王才能死。大地之灵加选择怂，怂也完全正确，因为这边已经没有危险，该怂就怂了，已经没有牌了。对，就两张牌，你下午能打出几个攻击频率来？所以现在那个海盗战，这我要抽一个攻击频率。优势的时候就什么都防，对，连什么应用打击火车王的都防了。是的，没有应用打击真的有。等会儿，如果他上回没有加血，会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因为他把长解光了，所以只能打十二，差两血的。关键是神出了张大地之灵，太重要了。这张火与凤凰是不是所有海盗战都带了？我怎么感觉这不是不是不是比较弱啊？就他带了，很少有人带，很少有人带。对啊，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了保场面，就是用战吼去截场，是他自己个人偏好的问题吧。当然，实战下来的效果，至少这把我觉得没啥用。他竞争对象是那个五四的海盗，那家海盗，他的竞争对手是，竞争得过吗？这个火与凤凰明显竞争不过啊！一人家是海盗，还能给你刀挂，就我觉得他可能连那个五费的八八都竞争不过。他跟四费竞争，不跟五费竞争。不，四费的话，他其实已经带了两张致死了。就是我们之前海盗战有一阵子是这么赌的，四五四，四费的时候就带四五四，带一张致死打击，对不对？对，就他是带了两张致死打击，加两张火与凤凰，他可能是想用来疯狂的过墙。他可能就是不喜欢带四五四。对，我就是喜欢过墙。好，我觉得撞艾雅没有必要啊，我觉得这两点打艾雅没有必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不如打脸是吧？对，因为你三三还是可以跟我换掉的，我觉得怪并不能站不住的话就没有意义。那场两个青玉就真的稳了呀，游戏结束，你一张牌我就不怕了。当然海盗战还有一个赢面是再抽一把奥金斧，对，还要要求很高，抽奥金斧，抽奥金斧，抽火车王，对，是还是能赢的，不是赢不了，哈哈哈哈，没戏了，哈哈就跑了。我觉得他输在二费挂机，就二费有怪的话，这边就刚好断解。其实还是输在德鲁伊连抽两张横扫，两张横扫太厉害了，打海盗。两张横扫加一个野性之怒吧。对，再我还要接。还有大地之灵，这是完美的排序。我意思就是，如果这边这么抽，他二费有怪的话，可能也挡不住，是挡不住海盗战。轮次就不够了嘛，对吧？对，是的。那恭喜一下这个特兰克斯，现在是个3-1的比分了，优势很大。他应该只剩下最后一套骑士了。骑士给我那么多次机会，我觉得还是能打的，至少我有一个内战。这个骑士跟之前的骑士是一样吗？双方骑士好像都差不多。差有没有差一张牌？我看一下，觉得有。差了。这边有一个愤怒之锤，这边有一个苦痛。那边有牛头，就是那个感染的牛头人。奶嘎的有一张那个六费的牛，凯恩雪骑。对，这个东西在打内战的时候还蛮厉害的。那悟空特兰克斯没有带。砍血体，其实我觉得就是奶子的对战时候，其实看的是你的十周防御者找什么东西，就看你找到大哥多对少，就谁带的后谁牛逼。现在是奶高的优先，因为他有牛，然后这边找了一张佛丁的话，这边优势。如果你找不到佛丁，我找到佛丁了，那我就优势，是吧？恩佐斯复活两到三个佛丁，那么复活的多的那个肯定有优势。那我先拿什么来打这个骑士呢？看一下，就感觉都要打的吧。德鲁伊先打吧，德鲁伊先打吧，青玉德先打。我会先用骑士先打，因为我的骑士打内战其实是有优势的。明明还是要看十九防御者。啊，他拿海盗海盗战去冲，这比较难冲啊，比较难冲。对方如果糊了就不好打。已经糊了，有一个末日我感觉就已经糊了，还有这一剑。末日大宝剑加脏鼠可以全留。脏鼠考虑考虑不要吧。脏鼠可以不留。这末日大宝剑够了。奶够的没糊啊，他骑手没刀，他右手来了刀就行了。很少看到有一手一费没有起飞的那个。有禁忌治疗，这边有全部奶已经，这感觉要4-1的呀，感觉要4-1的。关键是海盗战两费，
可能要空打一张幽打击了，这边要硬币末日了，硬币末日一定硬币末日，因为两飞又有怪牌呢，没有理由不硬币末日。硬币末日怎么可能被解呢？就是应用打击，没错，就是应用打击。当然对方还是会解的，对，这个场面是一定要保的。特兰克斯可能觉得末日比较无敌。就这假设我觉得你可能有的话我也得上嘛，这个末日是一定要上的。好，这边直接解了。其实打了那么多把海盗战以后，大家都知道这第一个末日是一定要解的，毕竟我场上有三连场攻呢。海盗战其实是一套打场面的卡组，对，这第一个末日有能解永远解，第二个不好说。水文学家还是要上，找一个挡刀，挡刀挺不错的，挡战术撤离，忏悔焰华，战术撤离不太好用，那只能拿战术撤离，只能拿战术撤离，这里是其他两张一点用都没有，虽然它没什么用，但是我打到后来万一来了一个三二那个圣盾墙的话，哎，这个水文学家是兵法打奶奇永远的痛，是的，破冰之后挂一个焰还眼。战术撤离吧，别的没用啊。忏悔他在忏悔之间考虑嘛，但是忏悔的话现在手上没有奉献，他多考虑一会儿的话对方就越难猜他的奥秘，是的，是吧？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猜的空间，不用猜了，对，就我没什么好猜的，我现在只能走脸了，打到这个阶段我只能走脸了。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会拿三，肯定拿三吧，不是你拿了忏悔就可以挂不上去也没什么用啊，对，忏悔也就卡个四飞了，是的。你像我奶够的好卡，卡没刀，上三呗，雪翻吧，上雪翻可以，雪翻可以。我觉得拍哪个都没什么大区别。雪翻结场，走脸结场吗？结场，三费不解了吧？结场吧，这二攻二一解二二，是白吃一个一比较难受，要不然对啊，他要吃你一个帕奇斯了。那就上三走脸吧，我觉得还是上三还是解了吧。嗯，我的海盗战是结场的海盗战，王师傅的是打脸的海盗战。对，我用别的卡组都结场，海盗战就不解。结场被弹幕喷得太厉害了，我再也不敢解了。咸鱼，咸鱼，咸鱼。结场。所以说，如果上回那个末日我解了，一定会被喷的。对，但现在大家都会打了，就还好。这里应该会结场，我觉得没理由不结场。好，看他解不解，他也很痛苦。解啊！他也很痛苦啊！他也很痛苦吗？解吧，不痛苦啊！我海盗战生来爱结场，没问题啊，因为我爆发不靠这个打呀，我爆发是在奥金府那里，我不急啊，没有那么急。先把场面 hold 住，才有后续的输出嘛，这是海盗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路。战术撤离加报告，报告有啊，战术撤离加报告吧。有什么不能咬的？反正我也没时间挂了。是的，主要是你撤离回来这报告，你也好像没有费把它放上去啊。奶高的这边爆发还是显不足，得有一个升级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现在爆发感觉不太够。但是特莱克斯也很难受，他手上的牌很臃肿，他下回可以上真银圣剑剁一个五费，干嘛呢？五费禁忌治疗奶一口，六费象牙骑士奶一口，六费不要奶，守日者，守日者不行，守日者对方场上已经占了三四个。是啊，这个战术撤离还是摊了吗？我觉得该挂了，因为这个费用特别合适。库卡龙冲脸，这个不用解，不用看，解了吧，直接打脸，这个、还是解了吧。对，撤离一个是个撤离呢，多赚啊。他像个库卡龙，就叫什么奥秘了，对不对？能猜吗？首先打挡刀，三四先打脸还是一先打脸？就四一先上，然后知道不是忏悔，然后三四打脸，对对吧？然后四三打脸，然后这个东西考虑一下解不解？我觉得可以解，就一一换一嘛。因为你现在不解的话，万一对方下回抽个自走炮，三四先打脸了。是的，三四先打脸。哦，一直接解了，好像也无所谓啊。他自信，他就没信，这是个挡刀。对。但这个东西还是解，就真的抽来自走炮就完了。那这边真银圣剑剁掉一个，其实还好，场面还好。砍呗。我现在感觉还是骑士优势啊，你们觉得呢？海德战有机会，其实。下午直接起刀嘛，其实对方还真的挺疼的，还有个火车王直接有个突然爆发，其实小优势吧，小优要看他打得怎么样啊，就是他要打得稳才行。哎，这边选择砍的是四三，奶钩的上刀的话就炸了呀，不会砍 上刀就不厉害啊，应该会二加二吧，要不场面是不是要有一点的，因为上奥金斧的话你等于是没场面，跟奶骑抢血抽了场面，抽了一把小斧头以后我也觉得二加二，因为右边那个怪其实给他的压力还蛮大的。哇，这样的话骑士一点压力都没有，
我直接奶一口是不是就可以了？没有没有压力啊？看能不能抽到更好的东西啊？砍了奶就可以了吧？可以，但是砍了奶有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下回合对方的场面我解不掉了。还有一种方法是上一个一一，然后奶，一费奶奶八就够了，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下回合他有一个六费，可以把这个一一变成三三，就是上一个一一再奶自己一口砍。让我想想，也可以，这样就有场面。这个、对，因为下回合有个守日者嘛，守日者是可以跟他兑换的，我觉得这样更好。他选择上脏鼠。脏鼠。脸一黑，这。砍左边啊，你不能砍右边啊。哦，他可能觉得对方上凹金斧，手上大概率没怪，就没什么可怕的怪，除了火头。其实我觉得我们重新想啊，我觉得报告兵加奶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下回可以上守日者塔林姆，正好去换掉对方一个怪，还有个三六，还有个三七的。是啊，应该我们现在看来的上帝视角直接分析肯定是这个一加四比较好。对，就选手可能就觉得对方没怪要赌一赌，他这样一打的话就优势感觉没了，还好吧？强行砍火车王，六血的强，就还好还好还好，机会还是有的嘛。他这么打还确实蛮好。他手火车王有两个六四四可以奶吗？这么打也没问题啊，这么一看的话也没什么大问题，好像也没问题。他这边奶量这么充足，哎呀，这两手鬼抽太伤了。好了，奶扣的炸了。看下午还是要看这上来只是发现什么东西的。他直接上守日者塔林木有没有问题呢？也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可以上来。对啊，是个好时机。肯定会上守日者，因为这边气功啊。嗯。因为你要整个场面去换掉我的守日者。安格洛属于泰坦诸神。现在奶奇打海盗战的胜率是特别高的。哇，这个手牌连续卡刀，哎，连续三把刀，真的太尴尬了。机会不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下回合奶一口以后就可以上浮丁了，海盗战要过浮丁真的是难，但机会就在这回合。上来只是给三张一，然后下回合抽个英雄打击。给三张一的话也有一个挡刀啊，问题是。三张一没有挡刀。没有挡刀。哦，你是要战术撤离救赎加一个什么谦逊有用吗？忏悔吧。谦逊吧。各种各样的不管了。还是智慧祝福吧。对。只有这样才能赢啊海盗战。他在考虑上真银圣剑有没有可能？真银圣剑的话，还真银圣剑啊？不行，真银圣剑有危险，还是上象牙骑士比较好。象牙骑士，真银圣剑只能打两点，象牙骑士大概率可以找一个是的高费的回血。这样的话，奶嘎的现在是有八点场攻，先看他奶多少吧。这里，那拿神人愤怒啊，有多少奶多少，对，奶五够了。现在我觉得这海盗战可能要神抽那个凤凰了。就这回合抽爆发最高的牌，抽凤凰了。哎呀，凤凰来了！就你带了凤凰，一般会在你需要伤害的时候跑过来的。但是他伤害能抽什么呢？抽致死吗？他火车王没有了。就这个凤凰就是这么尴尬，怎么办呢？他最高伤害是致死，对，还有英雄打击，就致死和英打是最高伤害了。怎么都打不死。对，他已经没有火车王了。我想，我还是没觉得这个凤凰好在哪里。我暂时没看出来。我觉得完全没有用。就走脸吧。这个凤凰应该打哪里呢？现在砍脸、喷脸、撞脸、刺刀、转甲过，然后鸡鸡。不，还是有机会嘛？你上个浮丁以后，我下回合神抽一个啥？神抽一个啥？你说吧，你说要啥？你说你要随便你抽，随便你说。8、9、10、10点对吧？没有东西了，我觉得。没有。哎，你说这个凤凰如果换成那个四五四那家海盗是感觉还好一点。我这么跟你说，下回合怎么赢？就是下回合再就先走脸对吧？先走脸，下回合抽一个致死打击，然后再抽个凤凰。或者抽两个致死打击，然后那个第二个象牙骑士只能奶一个一二点，那还是有机会的。就心很累啊，不砍脸啊，砍怪。好，那么他当对方没有浮丁打了，当对方没有解牌来打，对，就还是保场面嘛，对吧？对，反正砍脸没有任何机会，对吧？嗯。他带凤凰也就是为了战场，其实是这样的。好，浮丁。当脸浮丁。好，退了。没用，提刀上雪帆，全家老小过，然后全家老小过啊，一个过。他这里为什么要用海盗战去打骑士呢？因为他觉得最难的都跑了的话，后面的就太简单了。是的，对。
哎，其实如果这个五三能活下来的话，踢一轮是不是又看了点希望？但是好像不可能活下来，因为我最稳最怂的情况，我就、哎、强来了，我就一一撞你五三，严肃施加这个。但是他卡组里没有一费怪，没有一费的东西的，也就是说最最低最低两费，也就是我直接用一撞你五三，我先打先打那个元气弹，就怎么打都行，先打元气弹，然后上个墙就可以了。是的，挺简单的这一手。他先上个墙，我想。上强加奶怎么样？他有一个禁忌治疗啊，他可能打零啊，对吧？用了，不可能打零。对，打最坏情况打二嘛。嗯。然后随便找个墙，下午又再拍一个墙，最好是四费的啊，自走炮不要跑，秒选秒选，我们都没看到他的就选出来了。那么下午三加六游戏结束了，这场打的战已经输了。两位选手打的还是很快的，是四比一大比分啊。关键特兰克斯这边跑还算挺快的。这自走炮一上应该是全退了。圣光束，圣光束，拿！自走炮，加长弓。其实都行，自走炮上树我觉得都已经全退了。自走炮扔上去，挂机。砍一刀，砍一刀吧，砍一刀可以随便，我不打对方就退了。哦、你看，不能砍，不能砍好像、啊，砍了有可能，砍了其实也没事吧。你看他一次都不打，对，就是这么怂。好，这样的话恭喜一下悟空特兰克斯是四比一战胜了奶嘎的，那么在八强比赛里面拿到了首胜。我觉得关键的点还是那个任务站跑得太快了，其实海盗站任务贼，其实海盗站从那个任务贼那边很容易跑的。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奶叔叔在第一局的猎人走了之后，我们还觉得哎，他这猎人走掉了还不错的一个消息、嗯、感觉他前途一片大好，但是打着打着就把自己给打崩了。但是他这个战士被关了两把，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伤的，就这个火与凤凰确实没有起到任何正效果，起到了反效果。是的，两把输了其实都跟他有关系。嗯，就如果带的更加主流一点的配置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机会跑掉的。海盗站然后没抓到任务贼，让任务贼先走了，其实也很难受啊。而且那把其实感觉都已经赢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崩了崩了，这都能赢。他第一把的时候是劣势对局赢了，但是也输了一把优势对局，就是德鲁伊打那个海盗站打德鲁伊那把输了嘛。是的，是就他德打贼的时候感觉也机会很大，都已经苟住了，差不多又输掉了，还是比较遗憾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卡组里面很多人都进行了一个改变，比如说这个海盗站带了一个四二二凤凰，是这名张牌不是特别好用。之前的话还有人试过带一个五八八的一个毒蛇，还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大带法。那个蛇那个九头蛇还不错，但是问题打比赛的时候碰到一些，比如说萨满吧，就你带这个九头蛇就很尴尬，对吧？对方场上铺了一地，然后打萨满你怎么都比较尴尬，对，比较难打的。没错，好，这边的话休息一下，之后回来比赛是 East 在 Jason 周来迎战 X Hope， 我们一会儿见。